出了嘛，出好事儿了。多你多的远。多的你啊。多的你多的那人。哦，就吃了。真够讨厌。这个到。我说。看见了。哎。啊！烤鸭。嗯，还不理。输了吧。嗯，还是不理。哎，就我吃。可得好吃啊！哎呀。这都水走多的，好不？都是啥？你放都行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给你。干这叫没喝到，干这叫。干这叫没喝。我给倒了吧，两步的。哎呦，来你来给倒水。那么三不三，真操！哎呦呦呦！哎呀，这眼里头都是活儿吧？哟，回来帮做点饮食，咋了？你不都下班没有？开玩笑了，我也接了不多少钱了。妈，你高压锅又打的啥了？黑菜呀，别饿了。瞅的都是笑。这啥饭了？这是，这是个啥？大鹅多，黑带。带我发。带我发。嗯。你呀。看的香的不行，妈的拿手菜，每次来最到拿手菜，嗯，哎，我也来好些次，那不是说你来一次你都吃不完？哦，这个馒头真有味儿，我跟你说，真没得喝吧？嗯，嗯，这吃啊，这是油脂。吃完，吃完，吃完，来来，哎呀，刚刚走多少？操操，这是我刚刚做的啊，这个是我刚刚做的，酸菜山药蛋。嗯，我操操这个。这是我妈做的，这是我刚刚做的。我真的好吃，强了，我没吃。嗯。我亲自下厨。酸菜，酸菜好吃。这家多人的厨艺特别棒。嗯。其实我刚刚手艺也可不。哎，确实确实好吃。我吃就多吃点，对不来。我吃了。哎呀，吃的馒头都不想吃了。肉馅菜抓的就吃了。嗯，这有味儿。我告诉你，多人是先敲呗。我就是肉丸了。菜里头和肉丸呢。好吃吧？嗯，我刚刚多的了，我们一直都夸可好吃。嗯，确实可以。我敲点辣椒里头。嗯，好不好吃？有吃。好吃多吃酸菜。嗯，酸菜我能吃酸菜。欢迎点赞关注，跟着雪花看更多精彩视频。